我不太确定大家知不知道，白人的英文叫做 Caucasians。那反正现在你知道了。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你可能会想说，白人不就 White People 吗？ Yeah， 你可以叫白人 White People。可是你会听到美国的人或北美的人主要叫他们 Caucasians。那 Caucasian 哪里来的？好，我真的必须强调，我就是在国外生活那么久，你只要是比较。用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去称白人，我们真的会叫 Caucasian， 而不是 White People。那警察可能在他们的那种啊、哦，我们啊路上有一个人男子受到攻击，那个男子如果是黑人的话，他可能不见得用 Black 来形容他，他可能会说他是 African American， 啊、哦，就是这个非裔美洲非裔美国人这样子。那如果是白人，他就会说哦，这个victim 可能是 Caucasian。或者甚至这个嫌疑犯是 Caucasian， 所以白人他们就 White people 是口语的说法，但是 Caucasian 是他们的这一个就正式的讲法。但我们今天要来理解的是，这个其实是错误的。OK， 所以如果今天你已经熟悉了，那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一集讲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因为白人叫做 Caucasian 是你已经知道的。可是我现在就要告诉你，那有一群人，其实他们在努力着把这个东西给矫正回来，好，就它其实是不对的，甚至是种族歧视的一种用法。你应该听过地理上有一个位置叫高加索山。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边就一个网络上的文章了。那总之他就说，你看他开头就说 ，The word Caucasian is used in the U.S. to describe white people。所以我刚刚说的没错 ，Caucasian 被用来描述白人 ，but it doesn't indicate anything real。但这个不是真的。Okay, it's not anything real. It's the wrong term to use. 这是错误的用法的。所以下面就讲到说啊，我们该怎么样把它处理啊？把它从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语言中把它排除掉。好，那他现在来解释一下给你听，这是哪里来的 ？So the term Caucasian originated from a growing 18th century European science of racial classification. 所以它源自于在18世纪就欧洲。的一种把人拿来分类的一种科学，而且它这个是，就是它是一个很 growing 的，所以表示说大家都慢慢正在接受它，或者说越来越壮大。所以18世纪他们想要把人类分成不同的种类这样子，所以这个 growing 18th century European science of racial classification。那这边有一个德国的这个解剖学家，他的名字叫Johann 还是 Johann， 随便你怎么发音啦、啊，我不管。那姓叫做 Blumenbach， 我也不会念，但无所谓。总之，他就造访了那个高加索山，说的 He visited the Caucasus Mountains。那在那个，所以 Caucasus Mountains 在哪里呢？在 Caspian and Black Seas， 所以在两个海中间，黑海跟 Caspian Sea 翻译成里海哦。其实我对地理没这么熟，但这个名词我是听过的。So the Caspian Sea and the Black Sea， 所以在这中间就高加索山，然后他就觉得哇，这里好美哦。这边的人呢？因为这边呢就叫做 Caucasian， 就高加索人嘛，好 ，Caucasus，Caucasian。那他认为这些人呢，就是用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所以这里读给你听。He labeled the people they are Caucasians and proposed that they were created in God's image。他们用 God 的 image 来被创造出来 ，as an ideal form of humanity。所以神位就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理想形象。好，神的一个样貌，再读一次。He proposed that they were created in God's image as an ideal form of humanity. 好，再往下看。然后这个 label 就一直持续用到今天，所以那个持续到今天，他用的是正确的英文。我们事实上常讲这个片语，他没有用 until today， 因为我们的理解那是错的。他用的是 to this day， 也就是到今天，并且还持续在使用着。因为我相信到今天，就是到今天2023年的10月底。还是这样子用没有错。So and the label has stuck to this day. 所以这个沿用到今天 ，the term has stuck. So according to 这个家伙，就另外一个名字，我前面没看，所以不管他。所以这个家伙呢 ，went on to name 4 other races. 所以他又继续去命名了四个其他的种类 ，each considered physically and morally degenerate forms of God's original creation. 所以这四个。另外的种类都被认为在肢体上、身体上，以及道德上，就是跟刚刚的那些 Caucasian 比起来是比较不优的、比较不良的。这个 degenerat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就是比较下三滥、比较败坏的之类的。OK， 所以 each considered 都被认为 physically and morally degenerate forms， 好、哦，就比较不好的这个形式 of God's original creation， 所以上帝的原创的东西比起来，这些是比较差的。He categorized Africans as Ethiopians， 他就把非洲人，而且这些非洲人是不包括比较北边的。颜色比较白一点点的非洲人，所以只有就比较黑的而已，白一点的不算。所以 he categorized Africans 逗点 excluding the light-skinned North Africans， 好，所以没有包括这个比较淡皮肤的北非人这样子。So he categorized Africans excluding light-skinned North Africans as Ethiopians， 所以 Ethiopia 就是呢伊索比亚，所以他把非洲人全部一竿子把他打成了这个伊索比亚人。或者就叫黑人 or black。好，下一个 ，He divided non-Caucasian Asians into two separate races。然后他把非高加索人的亚洲人分成了两种不同的。So he divided non-Caucasian Asians， 所以非白人、非高加索人的亚洲人 non-Caucasian Asians into two separate races， 两个不同的种族 ，the Mongolian or yellow race of Japan and China。所以第一个是蒙古人，全部都叫做蒙古人哦，这一个标签贴了日本人，贴了中国人，你们全部给我叫蒙古人 ，OK， Mongolians， 或者就叫做黄种人 ，or yellow， OK， 所以 the yellow race of Japan and China， 所以把日本跟中国的，那事实上大概也包括韩国，随便你啦，可能任何的东南亚国家大概全部都是这样，哎，也不见得、哦，对不起，东南亚可能不算，因为他接下来就 and the Malayan or brown race。Which included Aboriginal Austral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Yeah, okay. 所以大概东南亚的，甚至包括台湾的，就全部被叫做 Malayan， 好，其实就是马来之类的哈，马来西亚的马来，或者被称为是咖啡色的 Brown Race。所以包括了这个澳洲原住民 Aboriginal Australians， 所以绝对不会是英国移过去那些罪犯哦，或北美丢过去的那些是英国还是北美丢过去的罪犯。据了解，整个澳洲的就是白人的。源头全部都是关在澳洲这个大岛上的罪犯。好，我如果没记错，我是看过这个东西的。好 ，anyway， 所以包括了这个 原住民的澳洲人，以及就是太平洋上的就是那些岛，像比如说毛伊岛啦，或什么夏威夷之类的。所以 Pacific Islanders， cool。然后接下来他把美国的原住民称为红色的 ，and he called Native Americans the Red Race。好，所以这事实上。就是一种，所以讲到这里，你大概就已经知道了。就 Caucasian， 最至高无上，其他的 yellow 啦、black 啦、red 啦、brown 啦，都用颜色来分。我们刚刚甚至没有看到 Caucasian 是 white， 只是现在就知道了。OK， 那当时任何其他颜色全部都是 inferior， in other words。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所以希望你就知道了。虽然说我们现在持续的使用 Caucasian，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它在源头上来说，其实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一种分类的方式。OK， 好吧，那就到这里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